熙来人往的都市里，很开心我遇见了你。我是雨桐，薏仁牛奶豆花加芋头，我们最喜爱的甜点。4年半的日子里，几乎从不缺席。每天从中和到林口，时间很长，通勤很累，但却也很甜蜜。这是我老公思源，常常熬夜上刀，辛苦工作，但接到我的电话就笑得像小孩一样开心。我好喜欢他这个样子，傻乎乎的，但却好可爱哦。虽然工作很忙很累，只要有雨桐陪伴的时光，就觉得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，你说是吗，老婆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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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什么看？看你可爱啊。不给看。我偏要看。还看？画一个东西送给你好不好？好啊，什么？幸福的白鸽。为什么是幸福的白鸽呢？因为白鸽象征着纯洁、浪漫与爱情啊。那为什么不是画白色的小白兔呢？因为我想要顺着我们的梦想，带着你飞翔，追寻我们的幸福咯。熙来人往的都市里，很开心我遇见了你。婚礼规划的过程中，我们对彼此更加信任，也更认识了你跟你可爱的家人。谢谢你，往后的幸福就交给我负责咯。